爸，阿姨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干什么？你在外面干的丑事，害得我都没脸去见那些邻居。丑事？你勾引你老板，老板的妈妈都找上门来了，你还不承认？那也不能怪芝芝啊，她不会做这些事情。你是说陈夫人来找过你们？看吧，她自己都承认了。我没有。你还没有？为什么人家找上门来？你就是个丧门星。你干什么？那不是他的错。滚一边去，都是你教的好女儿。你爸，你怎么样？你爸爸有心脏病，你别气他了。爸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做那些事情。姑娘，爸爸相信你。你走吧，这个家不欢迎你。爸，我先走了，生日快乐。你照顾好你自己。